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the show, Jackie Show. Yeah! 我掌声鼓励一下。跳舞了，跳舞六下都没有跳准了，真是。这个 tempo 抓不到。对对对。就停于空中，做白停。对呀，突然间想卡下来，还卡不掉。所以这个默契还是有一点重要。厉害厉害！今天呢，讲到默契这两个字啊，就我们就想到一件事情了。什么事情？变性人。哎，那怎么讲呢？为什么呢？转一下很难讲，也很难转。没有，这就是因为爸爸妈妈的默契不好。他想要当男生，结果哎呦，生出来是一个女生。他想要当女生，结果生出来是一个男生。对对对，我跟你讲啊，这种状况来讲，他们通常用一句话来形容：上帝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。天不从人愿。没错没错，他们内心世界里面呢，经常是有一些挣扎的。会不会是自己之前哦去领那个配件的时候拿错了？有可能喝孟婆汤的时候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有的人机器哦，引领谁做呢？但是他内在心里啊是不一样的。我较夸是保时捷，引领是玉龙的，安尼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状况，修比都华餐厅是是是，我已经救你，有些人呢就抽用哎，是是是。先生您好，请问几位？一位，但是我们这个挑战尺度啊，我们却又能够遵循法规的这个需要，有没有？上次我们有很多这个惊人之举啦，我们这个 Cable 台的节目啊，竟然收视率超越三台，这个是在我过去啊，我们第一次录影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先下了这个大预言了，没想到一语成谶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啦。我们现场哈，这个年轻朋友很多，是这边也有这个婆婆妈妈的，很多我干开杠，开杠，一做耳朵来呢，这波一共。咱是一个很健康的节目，对对对。伊讲，我有甲伊讲过，足侪想讲 A 片啊。伊讲 A 片，我唔识个呀。哎呦，哦，我为什么这个女生要去拍 A 片？你甲伊讲 A 片，伊就是安尼就对。伊嘛就想要啊，但是无法度啊。讲什么来？你这拜托个，人个过去来讲。我等于让妈妈因的是用那个很正常的角度去看，包括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变性人。变性人。哦，爱是被安怎个给掉？我讲，我叫医生来。是是，我跟你讲，主要几个基本观点就是，无爱物件先卡掉。等一下我们慢慢去了解好不好？今天来了两位我们变性的朋友，当然他们的心路历程也是我们所要了解的。虽然我们在这边插科打诨啊，跟大家开开玩笑，但是呢我们心里面是有严肃的一面哦，是很尊敬的态度。那当然，因为他们也是人，人生而自由，这是有他们自由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现在马上来看看，我是变性人的陛下。来，哎呀呀呀呀！你一定不能想象 ，MTV 画面中这个娇艳、性感、火辣、动人的主角，就是轰动国际歌坛的以色列变性人歌星 Viva。他亮丽的演艺成绩早已突破了性别的限制。变性人的存在对现代人而言，其接受的程度已经比过去的社会还要高很多。变性人的心中往往存着一个自我的意识，他是装作躯体的灵魂。以国内著名的变性人 model 王月恩而言，是国内中少数成功的例子，但是要能皆大欢喜地转换性别的角色，却是一场艰辛又漫长的过程。变性人的这一条路究竟可不可行呢？变性人和同性恋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？今天的节目带您来探讨这个议题吧。所以我们这个变性人啊，他们的这个生活习惯各方面啊，慢慢的我们也会经过跟他们的之间的交往，我们会有了解。今天他们都来到现场，好吧，首先呢欢迎这三位变性人，邓成慧、杰夫、徐永康医师。他们三个都是我们见过变性人里面最不像变性人的。谢谢光临全中华民国最 gay 的节目，大家来玩 gay。不要这么讲，我真想死掉。乖宝贝。
来来，第三一位算是我们在整形医学上面了，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症级的人物了。是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整形外科专科医师许永康许医师。哎呦，各位观众、主持人，大家好，欢迎许医师再次来到我们现场。许医师呢，年收入超过5000万以上，不止。上次来上过我们节目之后，他现在生意更好了，生意如来，一个早上就隆三个，6颗，一个早上就摸6颗啊，对，隆了6颗。请我们许医师告诉我们，什么是变性人？其实大家对于变性人其实都非常好奇，觉得说到底能不能用外观上来分别？实际上不太容易的，不容易。那变性人的原因基本上就是说他的身体跟灵魂是完全两个相反的，生理跟心理是相反的。对，就是像生产线上出了问题，例如说他一个车子配了不同的引擎一样。我都讲过，举这个例子，零件装错了。对，那所以说变性人事实上在目前台湾存在大概差不多有1000位左右，有那么多？对，有1000位。那实际上做的手术大概有500多位了，500多位。他生活在我们周遭当中，像我们的病人里面也有大学的教授，也有医生，也有一般的计程车司机，有面包师傅，餐馆的老板，演艺界的也有。演艺界也有，那就没错了，解答了我的疑惑。我一直认为你是有点我，拜托哎，哇，解答我的疑惑了。古爷 ending 都非常的齐全，不相信？等一下你个别让你把瞧一下。我不要，我希望你能够开放给大家参观。我干嘛开放给人家参观啊？你们看兵马俑啊？来，徐医师，请继续。那所以说，事实上，大家对于变性的人呢，他们会有一些错觉，觉得说他们很奇怪。觉得他们莫名其妙。那我常常觉得，当一个专业医生的立场，我们希望传播一个观念，就是说对于这一类变性的人呢，我们应该是去了解他，尊重他。我自己本身已经做了大概80几个病人了。你做80几个变性人啊？哎呀，欢迎我们国内变性人之父许永康医生。所以你来看嘛，观众朋友，大家在看这部的时阵，在家里面你就知道了，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哦。偏偏你看，我们只能远观哦，他还亵玩过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阿妹用，我看这关卡摆无，这关买啊呢。哎，宪哥，那不晓得他自己的那个诊所是不是有一个宝贝房？其实我讲说，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啊。对，因为精神科医生他必须要经过很专业的评估，是两位专科医生各1年以上的评估，经过他们的同意之后我们才能做。如果说我贸然做手术的话，对于医生来讲这是一个重伤害。重伤害，你把一个器官正常器官拿掉，另外还牵涉到有一些可能是兵役的问题。比如说男生兵对，我们开的诊断书事实上是可以改，是可以换身份证的。对，如果说你一个男生兵役时间来，他要求做手术，他没有经过详细的评估，你就做了，你就开了诊断书让他换身份证，这有时候是涉及逃避兵役的问题。哎呦，对呀，意思是男生多还是女生多？在东方民族来讲是女生变男生比较多。那在西方民族来讲是男生变女生比较多，比例上东方是女生重男轻女，重男轻女就是说变男生啊，对，大家喜欢当男生。哎，秀蛋，我倒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提出来，就是说男生要变女生，不是切除蛋蛋跟那个香肠啊，改造一个心态隧道就可以。那女生是本来没有，你还要弄一个 SEL 宾士加长型的，那这个可以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做？这要花多少时间？对啊，那一条货鼠可以用的吗？那像中，那算了，请求，太多了，太厉害，这个。基本上，假设女生变男生的话，这个手术是比较复杂的。第一个，它我们分成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就是把破坏，我们把原有的，例如乳房。我们他的阴道那些都要拿掉。第二个阶段呢，我们要重建，建一个新的阴茎。那我们是用手背上的肌肉神经，整只手背下。手背。可以等一下。可是那个不是海绵体吗？这里不是海绵体耶。你够怎样？然后受到刺激会充血，它自己然后会膨胀。那我们会取足够的软组织加上骨头，所以它的硬度。就是说它可用度、堪用度是很好的。那你本身要 test 它的软硬程度。通常我，对，我会跟他讲说，比照我的规格稍微小一号这样。我这医生我来加无医德啊，不肯让人家多他一寸都不行啊。那就说，
已经改造好了，想后悔再弄回来，可以吗？在美国曾经发生过这个案例，在国内因为我们的标准非常高，我们要求非常高，所以国内目前在这么500多个病人里面还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。这个对，这个不能开玩笑。我要换来换去，要不要换？那如果说本身就有两组人马长在身上，那个叫做阴阳人，阴阳人，那就是人妖，对不对？泰国的阴阳人跟人妖又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我们基本上我们就讲说，这个对于性别的焦虑呢，它焦虑的程度，我们从最简单的，有很多男扮女装、女扮男装这种的是最轻微的。第二个阶段就是所谓同性恋。同性恋者他并不讨厌自己。他很喜欢自己，只不过他喜欢跟自己同性的人。那另外一种所谓的阴阳人，刚刚主持人提到阴阳人，阴阳人代表就是说他可能有两性的内生殖器官跟外生殖器官混杂着，混在一起。对，我们这医生就要评估他到底哪一个性别是比较强烈，例如说内生殖器官留住重要的那一部分，对对对，那把其他次要拿掉，那他就可以恢复正常。那最严重的就是所谓的变性欲，他是完全错乱，完全错乱。所以我们经过三位的讨论，我们现在更了解了。但是如果国内的艺人来讲啊，很多人都会觉得说，我们台湾很多艺人啊，其实故意去要去变性就算了。对啊，要不然我们在电视上看了也是很赌气啦哈。对，但是啊，我们也看看到底观众的角度，你觉得谁来变性，你是觉得有必要的？好不好？来，我们马上来看看全民公投。先生，请问一下，那个中线整形外科在哪里？中线整形呢，往这边直走，第二个红绿灯右转。真的啊？谢谢你。不过我是小姐，我是先生。这样子啊？小姐，那你慢走，从那边过去。对不起，不过我是先生。我知道了。你要去中线整形外科复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怎么知道了？因为我跟你一样都是变性人。全民公投，什么都投。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，你觉得哪位名人应该要变性？全民公投样本档案，时间1999年11月17日，地点台北市忠孝东路，族群立志当整形外科医生的年轻路人。你感觉他好像是女生，但是他就是，又是对，很像，他是男生，但是他是娘娘腔，然后娘们又变得好像哥们这样，很奇怪。来，我们来下第一位来了，菜头吧，菜头啊，不是锅子，谁要变性哦？我觉得，谁要变性？你说，有了，他说谢霆锋，谢霆锋是女生的话，会比较好。对对对对，为什么？因为他长相哦。你觉得哪一位名人应该要变性？哪位？对对，我觉得你很适合。我啊，为什么？你长得很漂亮，就很有。真的吗？康康，那我觉得他，你也照他这样讲好了。你干嘛？你觉得哪位名人应该变性？就是演艺人员也好，还是说，对，都可以。就男生变女生，女生变男生。我觉得陈文茜吧。陈文茜变男生？对对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这样子，他就可以出来选总统。还有没比较不一样的答案？吴宗宪。吴宗宪啊？没有，我觉得他感觉有点娘娘腔的感觉吧。你觉得他有娘娘腔？吴宗宪很爱搞笑啊。对啊。那我们就跟镜头来讲一句，你跟着我讲。好。吴宗宪。吴宗宪，你这个臭娘们儿！你这个臭娘们儿！嘿嘿，很爽哦。大饼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也是娘娘腔吗？不是，有那种词。
哎，帅哥帅哥，我们今天要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哪位名人应该要变性，对他的前途会更好？对他的前途会更好，是不是？那就阿辉啦。阿辉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看起来比较像女孩子。哦，因为身高有的感觉，还有感觉。等下如果变成女生，我去拍写真集，你会想要买吗？对哪一位名人应该要变性，对他前途还是很多事情会有帮助。马英九吗？马英九，我觉得长蛮帅的啊。那变女生应该会很漂亮的，对。对啊。你觉得哪位名人应该要变性，他会更好？林志颖啊，哦。哎，小鱼儿为什么？那眼睛本来是整个脸都像女的，骨架也像女的。柏原崇呢？对，他也该哦，就是这种康康吧 ？No， 他全民公投什么都投，到此为止，总共有20位，我们得到的答案是前三名，第三名是 Day 跟谢霆锋，各有两票，各有两票。第二名是康康，三票。那还有人适合变性的，这个一定是。不是人了，对不对？不是人了，对啊。那种人哦，他最好真的就马上听大家公投的意见，马上就去变性。第一名就是我们阿辉。中线整形外科在哪里？哎呦，大家怎么都会这种感觉，我真想死掉。全民公投，怎么都投，投啊！当然这个最主要是让大家这个博君一颤，哎，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基础的感觉了。哎，听说那个所谓的男变女哦，就是说切除以外，人工的阴道，对，是用大肠头做的，是真的吗？不过目前那是早期的手术了哈，真的哦。现在大部分成熟的手术是利用它原来的阴茎的皮跟睾丸的皮，是整个放到直肠跟子宫。那这样够用吗？够用。如果遇到不够用，你会故意把它弄大一点再使用？因为我们做完以后呢，我们通常我们会去情趣商店呢，或者去买一个人工阳具，放进去当做一个支撑的。那以后这种动作像炫皮鞋一样的，把它炫好。那女变男都很。就我说整个那个部位都很正常吗？很正常，而且他们的阴茎的长度啊、硬度都很好，都很好。他们身边的女朋友都很漂亮，甚至比我们认识一些女孩子都还要漂亮。那正常状态它会消下来吗？不会，永远那么厉害啊！对，哇，不好洗啊！那这个我请我秘书跟徐医师预约一下啊。因为那个变性人不能去游泳哎。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永远都不会休息嘛。哦，阻力比较大。真的，你说24小时都那一样的？而且也不能挤公车啊。啊？他们是可以折叠一样的，他们是可以放下来的，还可以折叠啊。但是不会。打对折吗？那我们真想死掉。对呀，啊，哇，看到人家太厉害了。他们也有性高潮啊，有正常的那种性生活，也真好玩呢，啊。你看，所以你看，我们观众朋友太多你们不了解的。那如果纯粹因阿力贡的这个空口说白话，我们也没有得到一个正确的一个到底这真相是怎么样。真相只有一个，这是贺一航先生讲的。我们现在马上，我吓人的，我说奇怪，不可能的，来宾是贺一航，那就恐怖了。我阿爷呢，他就变性了。贺一航当男人都不是很帅，当女人一定很恐怖。不会啊，他妈妈跟他长得很像。哎，真的吗？对啊。注意，现在我们第一个案例已经来了，她是还长得非常漂亮，是男生变成女生，而且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了。欢迎我们王月恩小姐 ，Go！ 哇，有，真笑哎！你叫人美女来公开，真的假的？这讲话要特别注意了。王月恩小姐，她是国内现在非常知名的 model 哦，而且本身还拍过很多的广告片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个心路历程啊，一路走来的到这边呢，可能心情上也很特别。现在已经很可以跟大家多接近了嘛，对不对？可以，没有。心情已经调试好了吗？调试好了。徐医师认识吗？还是就是你的再造父母？哦，是这样。哦，还好啊，要不然就尴尬了。阿弟，我有看过呀，阿龙，我跟你用的呀，对不对啊？那么讲一下，现在是在哪里工作？
现在在当模特。当模特。对。哦、那么这个当时啊，为什么会考虑要去做这个变性的这个手术？就觉得自己是女孩子啊。你一直觉得自己是。对。所以身材现在非常好的一个身材，对不对？嗯、我们来看他过去跟现在。哎呦，以前是个帅哥哎，对不对？哈、哦。你大概几岁的时候就认为自己是女孩子？从小吧，幼稚园的时候。幼稚园那你会想要穿裙子吗？还是说喜欢玩洋娃娃这一类的？可能就比较喜欢玩那种芭比娃娃，玩女生的东西。那家人后来他们同意吗？刚开始会反对，因为他们这种不了解，然后会比较担心。哦，他不了解。后来现在就很好。我问一个比较严厉的问题，你本身。有没有男朋友？现在没有，没有他哦。那为什么要考虑一下？哎，那等一下，我要问一个，有没有人追？有很多、啊、很多，一定很多人追了。刚在圣盆就亏了。可是他们知不知道你是变性的？你会不会跟他们讲？对对对，一段时间会一开始吗？对，会第一天嗨，我叫做。要不然物中有君，有些男人一起跨掉欧亚的亏钱。跨掉贵点不对。那是你吧？没有，我那修比都华打架，跟他人面兽心，乱把你知道？所以你看了、啊、我们这个，你觉得？对那些男生的反应是怎么样？他知道了之后的反应。可以做朋友的就做朋友，不可以的话就是不了了之。对他大部分的是什么样的反应？很惊讶。不敢相信，能不能接受？可以，大部分都可以。没有真的变男朋友？以前有吧。以前有、嗯。我来问一个比较深入的问题哦，注意，哎，能不能了解一下性生活方面，使用起来的感觉怎么样？是啊，像一般人一样。几岁的时候变性？好、哦，来这个问题，几岁的时候？刚刚做完。刚刚做完多久？多久的时间？才快五个月。啊，那所以你在当模特的前期的时候，还没有做变性的手术？完全没有，就是男生。哦，那现在变完之后，你个人满意度高不高？你觉得？非常高啊。非常高，非常满意，非常满意，觉得自己的身体完完全全是个女人了。对，这样徐医师就是他们人生的转捩点了、啊。所以我说，再造的生身父母啊。这个都不为过。对啊，所以我常常帮他们做，对不对？他们都叫我老大，所以有时候我会收到一些卡片，就说没有老大那样。哎、啊，哇，今天哎，对我们这讲到就是说这个这样的手术啊，那个、花了多少钱？你先不要讲，你那边收费多少钱？对，男生变，看有没有亏到的啊？看有没有亏到？但是你要老实讲哦。不能为了竞争生意故意压低价钱哦、啊。是，在台北荣总呢，他的收费女生变男生大概是要50万到100万之间。哇，我差不多应该100万比两间啦，你的 range 伤多啊。对，那在男变女，在男变女的话，在台北荣总大概是30万到50万之间，这只是一个基本的手术做完。男生变女生，你花了多少钱？也将近30万。哎、欸、哎，你这间卡小。你在国内做的还是国外做的？国外。好，国外比较便宜。三十万美金嘛。国外比较便宜。在美国做的话，可能是台湾的3到5倍的手术的价格、這個。在新加坡会比台湾便宜，也在泰国更便宜。这个钱，是你这个钱是谁付的？是家人。家人给你。他們家人。他们觉得说是实在你已经是这个样子了。对啊，就说宁可。让我快乐一点，不要让我不要说家人关心你、嗯，你的同事大家也关心、哦。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同事怎么说，跟同事都很相处很好，对不对？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同事的说法。来，外貌就等于像一个女孩子一样，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太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她比我们还会长一长，很厉害。可是呢，因为在出秀的时候，之前我们常会推她，你要装假咪咪啊，怎么？我觉得他算变性变得很成功，因为有些朋友，他的朋友说他不应该做这个手术，是我觉得，因为他在还没变性之前就是跟一个女孩子一样，比我们还要美。希望大家不要用奇怪的眼光看他，因为他其实他是一个很可爱，还有很友善的一个小女孩，他也需要大家的鼓励，也需要大家支持他。我希望他以后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伴侣，对他很好。希望他以后可以成为一个很知名的模特，或者是身体上走上国际舞台。
我跟你讲哦，今天他在现场，他还要来一段模仿哦。哦，他模仿一下舒淇是吧？哎呦喂，舒淇你最适合了，你看那个嘴唇又性感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哎呦呀，跟他充气娃娃嘞！掌声鼓励一下。同时啊，我们也现场让他来走秀一下，好吧？那走的台步，他人家现在是专业的模特儿哦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music. 哎呦，天哪，好女生的女生啊！接着下来，我们还有一位，另外一个案例也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，而且是圈内的哦。哦，圈内本身也是一个歌星啊，对，他还是知名度没有那么，对他本身还出过唱片，对，所以当然大家对他的这个变性的这个身份啊，有那么大的关注，也希望大家多注意到他的一个才华的部分，而且是国防部部长。哎呦，那是同志啊，名字一样。欢迎我们的唐飞小姐。好，欢迎唐飞小姐。好，大家好，徐医师。你好，徐医师。徐医师，你认识吗？认识。阁下是在哪里做变性的手术？我在新加坡。在新加坡啊？对。手术费用差不多多少钱？20几万吧。那么能不能讲一讲你当时为什么想要变性？那时候我变性的时候，哈，妈咪讲为着爱变性，是是是，不是要做一个女人。嗯嗯。那时候我初初国中一年级就去新加坡驻唱嘛。哦，国中一年级啊。那去新加坡的时候，老板哈，讲叫我当女人赚钱比较快。哦，当女人赚钱比较快。对对对。就被探亲的对吧？被探亲。啊，后来呢？啊，所以讲我就考虑啊，啊，考虑说，我是讲我如果手术了呢？喝就喝，不喝上哈。等下谈完事，我爸爸唔在原谅我吧。啊，你没有跟家人讲啊？都不知道，家里人都不知道啊。国一就变性了？国一在新加坡驻唱一段时间，大概两三个月就变性了。就为了要探钱养家的对吧？对对对。啊，家里你嘛无甲爸爸妈妈讲？拢无阿讲的。啊，没有讲规的，用开起来。我是想我考虑差大概有差半个月，才做决定的，才做决定。结果那个老板那也真无良心，怎么？那就坐去吼，叫去要便宜啊，是是是，去检验啊，了就手术啦、啊，就那么快啊？对啊，啊，你这样就突然间本来有的东西变无去，安尼你当时的心理状态有没有起了很大的变化？那时阵哈，干嘛心理上感觉怪怪安尼啦？其实哈，像干嘛未习惯不习惯？哎，那像做一查某囡仔哈，啊，本来我们是男儿身嘛哈，当个女人哈，但是不习惯。哎，那我们招化妆师啊，都跑错地方了，经常跑错啊，对对对。然后听说本身啊，有本身啊，听说因为这样啊，自己夜里面啊，经常自己哭泣啊，在一开始的时候啊。你看啊，变性哦，而且又在外国，对，他乡一个人，家己一个人啊。十几岁而已，本来是男生，去用卡掉变女生。而且十几岁就这臭老哟。这刚十几岁时阵啊，那时阵国中，国中的时候就照了。那后来就是经常这个他乡异地啊，那有没有想到说要回来啊？当时那时阵在新加坡变性的时阵无，干嘛讲爱赚到钱才能回来？才能够有赚到一点钱吗？对对，赚到一点钱才回来台湾嘛。好好好。回来台湾时阵哈，初初比较乡下人比较保守嘛，是是，不接受。啊，你等于处理恁爸爸妈妈婚姻？那时阵我当然不是以女儿身，我是以男儿身登台湾。还是男生的。那时阵厝内拢唔知嘛，啊，当然唔知，所以一定爱以男儿身登来台湾。哦，对对对，你嘛是个打扮成男孩子，等于另一起花木兰的对吧？打仗完了回来嘛，是个花木兰。那时阵买的时阵，都要拄着一个秀档的时阵哈，因为碰到一些媒体呀、报纸有登出，我家里才知道的。哦，不会啊，厝人家知啊，知影无接受你啊。在时阵哈，听说还把你赶出来。哎，初初的时阵是无接受啦。
迄阵时也无算讲给我赶出来，迄时阵算讲，很生气。我妈妈算讲吼身体无好嘛，是。我环境无好，啊，所以想我是不是讲纯粹心理上要当女人？对。想我为了要赚钱，啊，让阮爸、阮爸爸跟妈妈当较好过咧。结果阮妈妈死了后的时阵，阮厝人就给我赶出来了。家里人还把你赶出来、啊？因为吼，只有他妈妈谅解他了。对。那后来到现在，他们你还是没有回家了吗？没有回家，很少回去。就已经跟家人没了往来，没有再往来了。啊，你本身良心讲，你认为自己是个男生还是女生？我现在当然心态是女人了、啊。你的心态是女人。对呀、啊。我今嘛得去，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？你知道吗？如果你现在的心态，你是一个男生的话。但是你已经没那个器官了、真刚好有一个专门在做大盘商的、医生在这里，他们家差不多200多支厉害，这样哦，什么人？徐医师可以你那里那么多支对不对？可以累一支来熟悉。其实从刚才唐小姐、她讲这个，我们听了其实也蛮难过的，因为跟王月恩王小姐两个比起来情况不一样，因为这个评估上的或者选择上没有比较谨慎的话，对对，一下踏入这条路的话，走来是很艰辛的。不那像王小姐的，可能她走的会比较平顺一点。所以王小姐是喜剧收场哦，你看，我还可爱的，你看，而且还很爽，有没有？哇，还很可爱，腿还夹着。那我们唐飞小姐啊，就是我们会感觉比较啊悲情一点。我们还是以红顶艺人的姿态。我觉得唐飞小姐其实她。那基本上他也是逐渐在适应当中，但是这种是蛮辛苦的啦。那如果能够让他再走一回的话，也许他不一定会做这个决定。对对对对对。来，那我们这一边呢，就是唐飞也跟我们讲一下，现在你对于未来的路啊，你觉得将来怎么样走下去？工作上啊？工作我现在做那个 DJ 嘛，在哪里？广播电台。我在嘉义。我嘉义做 DJ。我在嘉义做 DJ。好。叫个出唱片嘛。我现在在筹备第三张跟第四张的唱片，在做唱片了。那你也算演艺圈的人。对啊，就圈。对不对？下次你要打歌的话，你也知道我节目很多，我一定好好跟你捧场。好，谢谢。那唱了不错，大家都给你买单。没啊，有人点你的歌啊，有人会红啊，真的有帮你啊。有啊，你记啊多少起来？一万。跟富婆婆的话，和你讲，不要跟他讲。但是我跟唐飞也是有色的。我在这边啊，真的对，唐飞啊，他们还有王源小姐，我们两位有一个共同的题目。他们呢，觉得爱情观怎么样？你今麦想要搞男朋友？有男朋友不？我今麦不搞男朋友呢，因为呢，今麦是一个艺人嘛，佮是做 DJ 嘛，他唔敢特别搞。如果你若讲有啥物问题出来，拢做花边新闻出来。哦，那在过去来讲，有没有交过？都没有交过。我心里想不想要交男朋友？你一直不想交、有钱就好了。哦，伊感觉伊有钱。这个是标准的女性的心态，她完全已经是个女人了。跟你一样啊，这个是一个非常悲哀的角度了。在过去来讲啊，在过去来讲，她就是因为钱，所以导致她走上这条路。那我们也请月恩呢，这个唐飞呢，我们一起到中央位置来接受婆婆妈妈审问团。来，第一位。今这两位哈。唔知今麦是爱甲你称呼小姐的，小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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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恁安尼变性的时哦，啊，恁厝的人吼，啊，甲这个朋友吼，拢会造成有啥物款的影响啊？无啊？朋友对你们的看法影响？朋友看法哈，当然嘛是无同款哈，因为将你从从变做女孩子，当然较变习惯。是。当然，伊感觉讲，哎呦，安尼从查甫囡仔变成女孩子，是。对。啊，爸母当然嘛是讲比较爱面子哈，啊，佮真卡人较保守。当你形容安尼时阵，感觉讲会敢那作生气安尼，对啦对啦，都较袂习惯。他不太适应，朋友对于厝里个来赶出来啊，心态袂良好。真正有这个代志。真可怜啦吼，啊你这出红西装是算水啊。啊，月恩的月恩的看我，也朋友拢较接受。月恩讲一下。哦，朋友方面都会蛮接受我的，都蛮可以接受。他们也认为说我应该去。做变性，而且有的男生还鼓励你去变性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就可以追你。别炸到你笑起来啊！对啊，你要特别注意了哈。哎，好，较像安尼吼，查某面啦。哈哈。啊，唐飞较无像查某哈。哎，安尼比较吼，两个比较起来吼，伊安尼一看，敢那红啊面啦。好好，伊较红啊面啦，啊，这个敢那读迄个体专的来伫研究咧呢，汗臭好啦。你嘛袂当安尼讲，汗臭好呢。你年纪算较。
较轻一点。对啦，他年纪轻啦。两个比较起来哈。阿桑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哈，如果你的后生那边，那有要立这安尼，你敢有赞成？哇哇，我都黑化去啊，我都昏落去啊。没啦，那会花去。啊，你像这样，现在这样，以后跳过几年后，才要交男朋友有打算吗？啊，你要排队哦，那说他像你在预约啊。啊，你今天是来相亲的哦，我来当介绍啊，我来当介绍啊。你喜不喜欢这两位小姐？还是你喜欢其中的哪一位小姐？我比较喜欢那个，左边这个。那你真的喜欢她吗？对。她如果要跟你交往，你愿不愿意？不愿意。你敢说哎呦！忠孝的，不要看漂亮的，价钱蒙蒙的咯。啊，这卖偌济？这两千，太贵啦，算500。500卖了，我不爱卖啦。忠孝的，不要敢高高价卖尔啦，卖唔卖啦？一点一点看这个琼瑶小说。来来，还有，但是我的唐飞小姐不要难过，你不要以为大家都喜欢她。不是，因为哈，伊较有气嘛。啊，来，徐医师。其实他们刚刚谈到所谓小就上厕所的问题哦，上厕所这种对他们来讲是有一种宣示的作用，例如说女生变男生，当她做完的时候，她非常非常强调，她一定要去上男生厕所站着小便，她觉得你就要坐着小便，她打死都不肯。对她，那同样的强调自己的性向，同样女生男生变女生的话，她也不会去男生厕所站着小便，她一定是坐下来小便。这是一个最基本，对他们来讲，这是一种宣示作用，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一种，像一个主权的宣示。是。那三号有话要讲哈。从刚刚王小姐出来的时候，真的是我们大家都看呆了啊，很漂亮，很标准。到现在，你男性与女性都有体验过，那你最喜欢哪一些？哎，这个问题，他喜欢女性啊，女生啊，就是女生啊。那你干嘛？对啊，那不得那家。那为什么？霸我拜啊？为什么？对啊，我好处在哪里？我现在担心拿到后面再问一下，唐飞，你为什么要变性？哎，我录个老歌要做 ending 啊，就突然间对 opening 就开始。我们欢迎三位有变性经验的 Jeff 郑成慧、徐永康医师。又再录一遍了，我要疯掉。六号讲一下，六号讲一下，我要维持一下秩序。哎，请起立。哎，谢谢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愿不愿意变回原来的性？哎，那是问唐飞了。岳恩是不要的。岳恩是不可能。不会。你的状况是，你变回男性了，也可以靠劳力赚钱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可能？现在是女人啊。现在就是心。就是女人，现在就是女人啊，不想已经习惯了啦，对，不想了。哦，一波爱啊啦！谢谢。啊，七号妈妈，七号。你是我的公，你是七号。你是动作家，是 KTV 的情歌。哎，麦古哥唱噶有影。这条我还要唱，这条我。来。我是想啊。嘿。这样。有啊，可以拍开啊。我可以。你讲到啊，足大声啊，文音啊。这样这么大的复杂的那个手术以后，会不会？担心自己的身体将来会不会有什么不好？我妈妈就体贴你啊，看没？会手术之后我会不会身体不好？我到现在是没有，可是我不知道是怎么样，因为我觉得不会吧，就像你平常一样。哦，这个我等一下来问徐医师。你本身呢？我本身不尴尬的，我习惯了，我感觉讲状况都身体都蛮好的，都不错噻。变性人普遍寿命都很短。我们请徐永康，你的阿姐啊，我们的医师先回答一下哈，会不会变性人本身普遍寿命都比较短？其实我刚才讲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变性人其实他跟我们正常人一样，他各种人都有，所以他们寿命跟我们正常人不会太差别太大。在世界上第一个变性人是1952年一个美国的一个水兵，叫克里斯汀啊，他变性，他到1989年去世的时候已经快70岁了。六十几岁，所以并年龄上并不会有差别，但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变性之后有没有一些后遗症。实际上变性完还是有一些小毛病，比如说像女生变男生，她以后小便有时候会漏尿啦，或尿阻塞啦。那女生的话，如果说阴道的使用率比较或者堪用率比较差的话，她有时候会比较萎缩。这些都是有些小问题的。萎缩应该说得好，说得妙啊。可说得太小的话，实际上功能上就有影响。那应该我有一个问题，可不可以？请说，请说。你们两个有没有月经呢？这猪头，不要有卵巢，没有，没有子宫，没有卵巢，真是。这个那会不会羡慕人家有？
这个有什么好羡慕的？有啊，有的女生、啊，她们当女人，然后又不要忍受这种每个月要来一次的辛苦，对不对？不会羡慕。完全不会。月恩，女孩子的体力都比较，就是比较弱不禁风，比较不好一点。那因为原先你是男孩子嘛，你会不会跟其他 model 比起来，你就是耐力比较好，体力比较好？没有哎、欸，我觉得我的体力也不是很好。那力气呢？力气呢？那干脆我来问一些比较特别的，能不能知道你的罩杯？三维罩杯。哎、欸，女生人家也会不好意思啊，你要讲就讲，无所谓啊，多少多少。罩杯吗？胸围，34 C 啊，六，36 C 啊，哇、哦，安尼先六那真大户啦啊！那唐飞小姐呢？我跟王小姐一样啊，你也36？36，可是看出来你感觉，可是但是她比较宽，她比较丰满嘛。哦，阿丽满是 C 啊，她是属于外扩了。我别讲，36 A 啦啊，对，好，比较小一点，但是。肉多了，普通了还可以，还堪用啊。那你是什么罩杯啊？你管我，我是咖啡杯啦。对啊，哦，所以再次谢谢。那个看看，想要当女人呢、啊？对啊，有机会对看看，他很喜欢、啊。他当男人当的乐此不疲、啊。做查甫做得好足心的，卖来讲，伊做人都无彩啊啦，我跟你讲，真正无去做精神啊。我今天也要谢谢我们 Jeff， 还有邓成辉，还有徐医师啦。那么也让大家对变性人呢、啊、有更大的一个了解。如果哪一天你遇见他，我们希望你不要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他，好吧？我们就来唱一首大家都喜欢的歌哦。我是女生 ，Go。